What?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造成一个，不过有鳄鱼的一个保护的话，我觉得小天还是可以入侵对方的蓝的。哎，刘青松这波要交闪啊，自己闪现逼出来了。哎，这还不交吗？还不交？定了一下，还是交来一下。啊，真来了，看一下，一技能要拉两个，这边刘青松肯定是跑不掉了。林伟翔赶紧交闪现往后拉，刘青松直接选择卖自己，这勾没有勾到。林伟翔，那林伟翔的血量保持还算比较的，哎呦，还是有点痛啊。公子哥这边也是压了十个刀嘛，但中路这边蹲用 B 不好过了呀。是，塞拉这个英雄要一个都没有吃。这名选手感觉挺有潜力的吧？感觉上场几，哎，这波公子哥可以让他做操练。红怒 W， 亏的这波稍微被打了一点血量啊。乐怡又想来，刘青松跟林伟翔都没有闪现，这波要保谁？还是要卖自己吗？刘少这边张无忌被要舔红了。但是林伟翔被近身，这边哈肉想吃一波大的，但是这边被治疗秀了一下，把这边交 TP 过来，是谁？杜云碧，哦，是公子哥，公子哥闪现 W 想晕，这里的话是暖到了奥拉夫，乐一场一滴血，波野 A 死了，哇，下路又想来被盯到了，但是反蹲到了呀，乐一被踢到以后直接交一技能，哇，小天这边伤害很高，没有太明显的落后吧。经济上面来说还行，公子哥一 v 一，哈肉胆子很大，开大招了，公子哥有点忍不了了，吃了个催眠气泡，哈肉这边怎么办？没有 Q 到，摸眼贴膜保护公子哥，哈肉阵亡，而无名这边点爆炸球我往下拉，这边杜云碧投了一个派克的，哎，我这七八个兵没了，好伤啊，太伤了，主要是这波杜云碧没踢了，他必须吃着来，这里伤害够吗？感觉乐一这边有点危险啊，那这样的话中下互换。那这波的话其实感觉对于阿达来说是一个机会，哎，但这边的话乐意被打了一套，赶紧叫一技能往后拉，但是中塔已经是被哈尔给上，公子哥一波支援之后在上路没有太多的镜头，这波总算逮到机会想要表现一下，闪现交了出来，杜一斌赶过来投了个张无忌大，哎呦这也行吗？玩的挺花，这边的话乐意直接被转死了，被公子哥奥拉夫开启一个大招，还要追，一技能从两个人的中间啊钻了过去，没拉到。这波还挺帅啊！这波第一时间感觉啊，杜云碧来的不够及时了，没想到啊，多了个精灵球啊！张无忌怎么办？张无忌在塔下瑟瑟发抖啊，感觉很危险了。直接被踢到墙上了，好家伙，没有操作空间，小天已经无人能挡了。高的，对。而 RW 这个阵容是比较吃下野节奏的，对，但这把下野都没节奏，乐意自己血量很低，赶紧开 W 往后拉，林伟翔被吃了进去，刘青松这边有个盾，有没有机会去开，直接被炸死了，被睡到之后，而金贡的话没闪现要小心，哎，这波贡德蓝自己也很危险，被丢出来的炸出来，贡子哥被张无忌拿下人头，低的不太敢进场，这一波感觉只要左一打一炮或者睡一个就得溜了，对 ，RW 直接可以拿龙，是，啊，哎呦，硬踢保野，公子哥 TP 这个位置很要事情啊，这样的兄弟们人多吗？公子哥这边黑剑还没有做出来，那这波团就不好说了呀，这一波其实对于方木来说也是很危险的，两边都有机会，对，很关键的一波团，哈肉顶在最前面，两边的打野等级是一样的，哦，哈肉这边是领先一级。九级打八级，贡德想找到一个绕后的位置，七百血四百血，瞎子拿到了小龙，而 RW 不打算上了吗？还在拉扯，睡到了刘青松，连贯挂了一个虚弱给 Crazy， 拉了一下 Crazy， 想秒 Crazy， Crazy 这边血量还可以，打到激励一下，
这边瞎子踢得很不错，张无忌的血量有点残了，张无忌可能要被秒掉。这边的侧翼的话，瞎子有没有机会？瞎子也是被派克收掉，但这边奥拉夫被塞纳一枪点死，感觉阿达瑞团长打得有点稀碎了。对面的话想拉一下，但是被无名给秀了，无名也是拿到一个人头，但是塞纳已经砍下一个三杀。对，无名前面那条小龙打团战的时候，就是你发现就方巴斯很残，哎，被定到了，没闪现，有机会，直接被秒了。这波的话，杜云币的进程很火，咱们和三大的大招直接秒掉了五米。带过来是一个杜云币，杜云币现在精神还没有好，这波要小心。这波撞了一下，也就仅此而已了，可能这个塔应该是推不掉了。方 plus 这边防守的很及时。杜云币胆子好大呀，他这波没精神的，可能觉得自己有个塔姆保他吧。哎呦哎呦，这波想勾一下，这边被杜云币拉到，大招挂了下来，但是被张无忌收了回去。这个精灵球很关键。但是这边张无忌，张无忌被踢得过来，又是小切，苦主呀！奥拉夫开启一个大招，但是被瞎子踢到了。贡子哥跟下路的 Crazy 在这边缠斗，哈鲁这边再次被秒掉，那感觉这一波要出大事了，被一个红的 W 晕到 ，Crazy 赶紧交一技能交大招往后拉。那接管大龙了呀，大龙正好醒了。哦呦，这把张无忌碰到这个瞎子是真的头疼，每次都被小切踹。这里乐有大招，看一下无名能不能破个残。破个残的话，配合乐又拉过来了，看能不能出现奇迹吧。但是 Crazy 这边被杜云币打得有点难受呀，嘬了一口之后交一个闪现。现在全场等级最高啊。这边想杀人 ，Crazy 这个时候开大招被减治疗很尴尬。能在一波团打多技能的话，塞拉斯是很厉害的。哎，乐意自己有点危险、啊，被点了两下，好痛。但是林伟翔，被乐意给斩死了。而且这边塔姆的位置也很僵，小杰直接选择慢兄弟了，直接满了。想强弱水龙，水龙回血，哈尔这边被打一套，又被塞纳 W 两个。杜云币直接拉了进去，方 plus 就围绕这个水龙团，两边都在疯狂的做消耗、做试探，都一勾空掉。这一炮打得非常的好，林伟翔这边打了一半血，但是无名直接被秒了。瞎子跟佐伊的一个互换，但派克也斩起来了呀。而且林伟翔这边是可以持续奶的，这波要注意，晕了一下 Crazy。水现在讲方 plus 很差，对，这边要等林伟翔去奶。二百血风之王拿到了小龙。这边的话，乐意往前一点，杜云币开启一个金身，而后排的张，贡子哥这边被林伟翔，被那个张无忌给收掉了。林伟翔这边也是被秒，但是方布拉现在是一个中辅，战队很强，杜云币这边要打收割了。塞拉斯拿到一个三杀，看一下阿 W 这边必须冒险过来做视野，又是乐意一个人，凭借自己有E技能的一个优势，这边盾是挡了一脚，想正面强开了。想开，后了个剑魔大，而且在侧翼的话，哈鲁这边被逼出一个大招，是刘青松跟贡子哥两个人开车过去的。那现在两边来还要缠斗一会儿，可能都是水龙魂了。是，贡子哥逮着无名，无名没闪到，又是无名吗？方 plus 就可以 rush 下这条水龙了。但在这样一个河道，感觉无名没有墙壁给他利用啊。现在要不先打一个小千，两千血。再回复这个血量，再回复小千这边被睡了一下，勾了一下林伟翔，加入自己的闪现，这边是拿到了水龙，这样的话哈鲁自己很尴尬，肯定要被杀。杜云币这边闪了一下，哈鲁加入自己的闪现，哈鲁活了下来，这又踢到了，这边强行杀哈鲁吗？瞎子被吃了进去，这边的话方布拉斯上野状态不太好，贡子哥先行阵亡，杜云币这边还在拉扯，刘星都顶在最前面帮队友弹一下伤害，这边又睡了一下林伟翔往后拉。两边野斧顶了上去，对面避出对方的一个闪现，对面这边 Q 能一拉，想来打一个回复，但自己被秒了。刘星松这边可能也要被受，这波感觉二 W 要赢了。奥拉夫拿到一个双杀，这边站起来一个小切，波野想踢过来，但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在那边林伟翔跟贡子哥能不能守住，打准盯到两个，贡子哥那边钻一下，自己的血量掉得很快，开启一个秒表，等队友的复活，但这林伟翔还活着，那这边又是杀了一个贡子哥，有那机会没那条件。刘青松是在一个能被卖的一个位置，但这波要小心，太脆了，开一个盾。这波被打了好多的血量，而且贡子哥这边被拉了一下，二段一往后拉，
在那里面在疯狂的补给，交出一个闪现，对面这边能不能来得及？有点机会吧，但是要看他赶过来了，赶过来了，赶过来了。这边睡了一下，睡的效果一般。乐意这边进场，对面被逼出一个金身，把这个虚弱给乐意。奥拉夫抢到了大龙，我很关键，在这边林伟翔没人管，小杰被一个碎片细胞带走。公子这边想杀对方的谁，没有机会，萨拉斯也被杀掉了。二 W 大获全胜，一个 W 定了一下，还想杀，乐意想一到又林伟翔，林伟翔被秒了。但这把比赛要结束了，刘星东也被留下来，直接退中了。一波零换五，RW 保留了晋级的希望啊，来到了决胜局。这两波团战的拉扯，阿大九这边的一个细节操作真的拉满了。关键最后好像是不是因为等级的一个原因啊？奥拉夫直接进来把龙给抢了。是，但我感觉那个龙抢不抢，我觉得也无所谓了，已经赢不了。因为打到最后，感觉方布拉已经有点难以为继了。是，最后阿 W 实现了一个逆风翻盘吧。当然，这把比赛其实他们前期也没。